批消防队挖人，赶到香港仔避风塘，捞起具连着胎盘跟脐带的男婴尸体。警方后来发现，男婴身上还绑了一个外形像铁箱、重十公斤的船用引擎配件，很明显是被人刻意丢弃海中。尸体咧，佢喺佢个身体嘅下半身嗰度咧，有条红绳就绑住咗，就连住一个大概十几公斤重嘅一嚿铁。在個水底嗰度，男婴在五公尺深的水里载浮载沉。警方有绑尸红绳的长度推测，弃尸人对现场水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，不排除有人把新生男婴带到现场就地取材，直接海葬。目前还无法确定男婴落海前是否有生命迹象。可以塑胶袋，咁啊个头向天噶，系啊。因為好多動植咁嘅，係啊，好多漂浮物噶嘛，係咪先？可唔可以係膠咗咁啊？唔好懷疑啦。發現屍體的船家在周一就看到水面有異樣漂浮物，到了周二再仔細看，竟然發現像嬰兒頭部及手的形狀，於是報警求助。這起駭人聽聞的男嬰浮屍案已經由重案組調查當中。記者綜合報導。